自古以来，管风琴就是一个性能强大的乐器，在十八世纪上半叶之前非常的流行。为什么管风琴要这么大呢？为什么它的声音要这么震撼呢？它是怎么被发明的呢？演奏者要怎么演奏它呢？或应该说要怎么控制它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揭开这个乐器的神秘面纱。